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一种手机支架。手机支架呢，就是可以贴在这个手机的背面，然后可以架着看电视，这样。那么现在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怎么操作的。把这个双面胶一撕开，手机贴上就可以了。现在玩德州扑克，五个人玩。多少个人玩都可以，没发牌之前就可以知道哪一家最大。我来看一下，牌随便洗，看一下，速度非常快。五个人玩，第四家最大。同花最大。